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嘛，我要把这个全员都打药了，因为这个罗汉果嘛，马上要出品了嘛，已经有的高的已经有25公分高了嘛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全员打药，防止那个蟋蟀啊、蜘蛛啊什么什么的来伤害这个果苗嘛。所以今天我就把它打药，等下就要把它那个被该拆的就拆了，没有最多还是过两天，基本上都要摘完了。把这个瓶子拆完了，啊，还要打2滴水，就基本上了这里。准备来这里扛这个竹子回去，给做罗汉果那个杆，这个嫦娥药。终于到地了，这个蛮就是拿来扛上来，这个估计也有200多根，真的难得，幸亏还是这个是干了很多，要不然就扛不了那么多。罗汉果的柱子还要爬上去的，那个铅很慢爬上去的。这么多劲了先。像这种啊，还有2-3天就出品了。像这颗还有2天就登了。这个好快的，是啊，这个盖起来它就快了，是啊，因为它里面又保湿又保温，对对对，不然它那个雾水上来，对，它是不会烧苗的，越大太阳越好，反而，是啊，准备哪一颗可以出品了，可以出品了，就把它打开了，这个可以了吗？这个还要过2天，全部就登顶的那种就可以了。好，看一下。也有比较多的。这个还要2天。这2颗有点高了，这颗出品了，这颗可以出品了。可以出了。哇塞，漂亮！你看，全部都是丝纹的。这个漂亮，买了这种线，来把它绑一下。先绑这个柱子。先绑柱子。它就不会滑下来。对。再绑这个苗。这个苗要给它搞宽一点。对，留它的生长空间嘛。对。你看，这样就 OK。行了，一颗完成了，一颗，这个要收起来，明年还可以用。这个颗可以出了，哇！
看，漂亮啊！你看这个苗啊，已经有23到25公分高了。不能给它垫这个杯底，垫这个杯底，它就这个尖尖啊，就会转弯了，转弯了。到时候你再把它出杯的话，它还会停去几天，不生长的。所以要早出杯一点好，应该插到1公分这样子是最好的出杯了。这出杯啊，也是要有讲究的，一定要在那个阴天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出杯是最好的，它就不会被晒，晒了它就很不适应嘛，它刚出杯来不适应那种太热的天嘛，那样子对它不好的，它还会停去几天。如果是阴天出杯的话，它就是没有停了嘛，所以就集结生长了嘛。所以这个苗啊出来，给它适应2-3天，马上就要把它筛肥菌了，打点药了，有虫啊，这个有蓟马。哎呀，我买了这个来绑着。这个要留给它空间，它就不会缩下来了。OK， 要搞定一个，这上面没有了，我们还是下去找一下，还下去找，看能出杯多少今天。这里可以出了，还差0.5毫米就。填那个杯底了，哇，这个漂亮，漂亮，可以出杯了，都是漂亮的。这个要留它生长空间了。这一颗就已经垫杯底了，你看看。哎呦，顶这么快了！你看，已经弯了，所以这颗一定要把它打开，不然它就弯了，已经垫这个杯底了，还没有弯而已。刚刚顶。是啊，所以要快嘛，所以要说速度问题嘛。这个啊，在10天之内基本上都要出杯完了。10天之内，所有的都要出杯了。有的已经是半杯多一点了，已经上一半了，很快的这个。这个别人不赶我们，是苗赶我们。这几天天天要在果地里啊。你想偷懒一点都不行，他一直在赶我们做事。对，一批接一批来啊！你以为？是啊，把这个搞定了，那上面那些也可以了。把这个搞定了就快了，是不是？嗯。OK， 要搞定一颗。这个还差个1公分，不然过2天它又高了。天天都要来看一下。这段时间出杯的就是忙一点，琐碎的事情多嘛。这颗也可以出了，
个真的高的啊、哦！你看，有25公分高了。25公分了。嗯，这个苗都是这样，很漂亮的。我们的收入就靠这个啦。这个只能慢慢来，现在不急。哦，这颗又可以了，你看，哇塞，这颗可以吃了，哎呦，这里有一颗，又点到杯子了，这个。又点到杯子啦！你看，哎呦，这个点到杯子，它这里都开始，如果弯一天，它就弯了，那个牙。现在这个还可以。是啊，来的正是时候啊！哎呀，今天出品可能要50-60颗吧，可能明天一天，后天可能有几百颗要出品了。反正这几天天天都要在地里忙了，没办法了。如果它还没有到出品的时候，你出品的太矮了，它就是生长就慢了。我们希望它多长快一点点都好吧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回家了。